大家好，我是敏松。今天准备安装一个方太7505的抽油烟机。客人问说他这里没有出风口，我们很简单可以打开上面看看，上面没有出风口，只有插座。那我们可以打开那个风扇，这样它是这边里面吸，底下这边吸。没吸，从这上面排出来，所以代表没有抽出去。那可见都没有抽出去，那味道还是在里面。那这个支撑架，然后说明书里面有那个这边，我们先拿这两个。在箱子里面有这个 temperature， 因为它这边写这是朝后面的，所以要这样子。然后这是中间的线，它这一面是在底下，然后是这样子，这样放在这边。我做好了一个模型，跟它的跟那纸张一样的。放在中间这样子。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画。那这个两个是螺丝孔。这边还有一个螺丝孔，然后这边是那抽油烟机的排气，6寸的，然后挖这边这个孔是电路板，所以我们先来画这个线。现在这螺丝孔就画完了，然后这一条线。然后一会我们怎么样开动，然后这个螺丝孔这要开动，这边还有一个两个螺丝孔开动，然后我们要从这边量到底下要17是它的底下，这边这 bracket 的底下，这个支撑架的底下到这边17，不是上面这边，是底下这边。然后刚好它这个中心点要对到它中心点，然后再打水平，然后再打螺丝，放螺丝，然后这边是一样放螺丝。然后首先我们先挖个洞，
现在这个方太7505的抽油烟机安装好了，然后一会我们来测试，它这是挥手开机的。